生日快乐！你看，你看，是 Hello Kitty 在骑脚踏车，我们赶快来拍照吧。泡芙姐姐，快点，快点！这里有50周年纪念超大型 Kitty 气球，我们赶快来拍照吧。你看，这里有超大的蝴蝶结沙发，还有棒棒糖的道具，可以让我们拍照哦。你们看，可爱的 Kitty 加上彩虹光的涂层，让整个空间都充满了未来感呢。大家有发现吗？ Kitty 头上的蝴蝶结是50哦，当然不能错过和这个独一无二的 Kitty 拍照的机会啊！准备喽，1、2、3 ，Hello Kitty，Happy Birthday！ 耶！